我操，这他妈是！首先是你们先在咱们班的通知群里发消息的，我是属于受害的一方吧。咱班的通知群，咱班的消息，我他妈开个免打扰，屏蔽你们吗？难道？你们干嘛？这帮不要过来偷我的东西啊！他这句话到底说了个啥呀？没听清。咋了？凭你们人工就可以在班级通知群里发消息了是吧？你说的对，但是原生。你们就不能单独建一个只有咱班男生的群吗？好，他说的都对，但是有我学。你有病吧？你就不能你们22个人建一个群？但是原神是一款有米哈游。但你们在班级通知群里面发呀，还只发和你们男生有关的事情。班级通知群难道就不应该发和班级26个人都有关的事情吗？全新圣经。我是你妈，你发疯了，脑袋打架。但你们0504排的关我屁事儿对吧？关你屁事儿，你有？咱们班有22个人在0504排，难道就能在班级通知群里发0504的消息了吗？哦，那你长个屁你就行了。我他妈人都傻。对不起，我不能，因为鉴于我认为世界上所有男人都是傻逼。哦、但无论如何，你就善用我资源，我不高兴，所以我提出异议，并且咱们班群现在有29个人。那你为什么要为了你们22个人就无视我们几个？我今天的目的不是想打拳，我是只是觉得你们几个人，你们22个人的消息不应该让我们几个看的。爸爸的吗，兄弟？啊，不是姐妹，姐妹，对不起，你没有爸爸吗，姐妹？咋了？班级通知群，你让我退群是吗？啊，你自己不退班了，偏要让我退。我在现实中碰到孙八的，是这样的。为什么会现实中会碰到孙八里的这种稀有啊？我真服了。为什么呀？这是一个985大学，怎么会有这种脑瘫啊？咋了？你们现在班级通知群里发消息，然后打扰到我，我不允许生气吗？我都说班级通知群是给我们班所有人看的，不是光给你们几个人看。就算你们22个人占咱班绝大多数，但也是不是我们班的全部人。祭祀呢？怎么就咋了？你们建一个只有22个人的群很难吗？建0504的人很难吗？亮出他的照片。那就是先把20个下头男吗？怎么了？好好好，下头女让八友乐一乐，下头女让大家乐一乐。抖音。